布我们7月29号的公文没有回，是不是该道歉？先说第一点好不好？可以找个人下来道歉吧，可以代表副县长先道歉一下吧，好不好？这一点你们。潘忠仁先生，潘忠仁先生跟田勤峰先生，我是桃园分局分局长高作芬。你们现在的行为是违反行为对吧？我现在依法禁止你来请到，希望你的立刻停止违法行为。现在时间中华民国112年9月10点40分。我们就是在好像被摸头了就能回去嘛，这个叫民主时代嘛。我们也不希望有冲撞的场面，真的。但是呢，人民的权益应该要被保障。到了6月14号，我们台南大学附属小学有600多位小朋友写信给马总统，他们请马总统一定要来救桃园的藻礁，希望桃园藻礁能化为自然保留区。所以6月18号，我们马总统回应这些南大附小的小朋友是说马上办，可见呢，实际上这件事情应该是非常重要。我们的县府，我们相信他们也很认真，但是他们可能就是有既定的立场，结果他们私自决定就不开会前会，而且呢也决定不发公文回给我们。各位，你们认为这是一个合于我们想象中的公仆吗？他们这样的做法，那跟集权的台大教授应该有他的格局，完全违背自己承诺的一个政府官员，是让我们非常失望的一个官僚。所以我在这里呢，我们有几句等一下呢呼呼口号，我们一切从长计议啊。那两张呢开头都是台大教授吴县长。